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第二关星穹铁道星芒受变活动攻略痛苦连环超巨星。第一关需用两个试用角色，这里我们可以再取戴爷的治疗或者戴爷的佩拉。这里银狼普通就可以定啊，熟悉的感觉。好的，就是麻烦了，我为试局直接开启技能。末夜终将落下。好，第二波佩拉，不过带决心光锥也可以普攻，是你还是命？生灵俱灭，来点刺激的。又是这样，这熟悉的感觉，侦察到敌方目标啊，敌方数据是声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扳机时间了，我们该启程了。引渡徘徊，我为逝者哀哭，末夜终将落下。好，直接结束挑战，然后紧接着我们进行超巨星的挑战，也就是这个配对。不过你有杰帕德，可以带杰帕德因为杰帕德有宇宙市场趋势的光锥，浮选也是可以的，保证活着就行。任何能上负面的角色，卡夫卡、黑天鹅也都可以带上，这里的选择还比较多的。依旧是用俩试用角色，想今天挑战我们就可以点开挂几点刺激的。我为逝者哀哭，暮夜终将落下。相允为一，再来一下，生命俱灭，来点刺激的。二倍速就这，你好的响令无救，我为逝者哀哭，暮夜终将落下。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扳机时间了。是引渡徘徊，来点刺激的。谋士带人，再来一下，生灵俱灭，又是这样，小令无救，我为逝者哀哭，暮夜终将落下。上下相异，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扳机时间了。二倍速就这，即刻列阵。响令我才点刺激的。我为逝者哀哭，暮夜终将落下。再来一下。还不行。这还点刺激的。二倍速就这。阴阳变转，生灵俱灭。响铃无救，收网标记激活，接下来就是愉快的扳机时间了。我为逝者哀哭，暮夜终将落下。谋士在神，
好，这里我们直接挂机结束，直接打开左上角点撤退，就可以直接挑战扯中，后续不需要挑战。好，那么我们第二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活动再见。